一团幽香口难言，色如丹桂味如莲。真身已归西天去，十指尖尖在人间。菜一蔬菜。答案佛手。白日草里住，晚上空中游。金光闪闪动，见尾不见头。猜疑动物。答案萤火虫。一间房不透光，只开一扇玻璃窗。打开小窗望一望，转眼把你关进房。猜一日用品。答案照相机。从头到脚硬盔甲，走起路来横着走，耀武扬威八只脚，两把利剪真吓人。猜疑动物。答案螃蟹。一屋小娃娃，穿着五彩褂，涂抹人和物，个个是画家。猜一文具。答案蜡笔。屁股打雷又冒烟，吓得铁牛向前窜，两个犄角被抓住，骑手骑在身上边。猜一交通工具。答案摩托车。一间房子扁又长，上边开了许多窗，用嘴吹进一阵风，好听的音乐多响亮。猜疑乐器。答案口琴。黑夜林中小哨兵，眼睛现像两盏灯，瞧瞧西来望望东，抓住盗贼不留情。猜疑动物。答案猫头鹰。四蹄飞奔鬃毛抖，拉车驮货多面手，农民夸他好伙伴，骑兵爱他如战友。猜疑动物。答案马。鼻孔长头顶，脑瓜特别灵，住在海洋里，顶球树他精。猜疑动物。答案海豚。